哎呦，在这个隧道里面有一辆车翻了，天哪，在这边一定要小心一点。一辆面包车啊，一辆小客车，哇塞，小货车，这边隧道开车也要很小心才行哦，到处对吧，一定要小心，隧道太长了，对，这个隧道有差不多6公里左右呢，哦，他自己翻的，没有跟什么东西撞，就是这个路啊，这个隧道里面滑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比较滑，前方五百米，到了陇南的四里了，是吧？到了陇南四里。这里车挺少的。我们找个吃的吧。怎么看的？全是高楼大厦。是吗？你看两边全是高楼。这边是不是可以停车啊？这里。找个吃的吧。应该可以停吗？这里。你那么窄，停得了吗？上去停吗？现在我们是在甘肃的陇南，刚刚呢我们在这边逛了一下超市啊，买了点东西。我看这个陇南附近啊有一个瑶寨沟啊，那边听说那个景点还是免费的，知道吧，免费景点，我们打算上去看一下啊，上面还有有山有水啊，还有那个九曲十八弯呢。对啊，那里是可以露营了。应该可以露营吧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哈，转一圈。好。哦呦，大白又喝酸奶。大白对这种酸奶就是毫无抵抗力啊，边吃边流口水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，走。什么情况呢？是？这是低头玩手机。哇！我去！这玩手机玩的太入迷了吧？是啊。大哥，让一下呀。手机没玩完。我的天！真的是，他看不见了都，理都不理你，滴滴都没反应，滴滴，滴滴，反正跟没听见一样，越滴越听不见，再滴滴他就不走了，不敢滴，走，一路上山啊，看看那个沿途的风景哈，从这边一直往山上爬，一直爬。好的，前面那个山跟梯田一样的。爬到山顶上。应该爬不到山顶上吧。好的。哇，果然有车。一定要小心啊，跟着前面那辆大货车走吧。可以。走哪都得就是按一下，都得按下喇叭。应该写的是美食文化旅游节。瑶寨沟啊，你看这边应该就是瑶寨沟。人比较多吗？为什么前面那辆喇叭按的话，我感觉它就在我后面一样啊？哇！瑶寨沟，走，走，继续山野，这里大山里面哈。对呀、到瑶寨沟里面去看一下，旁边是他们的停车场。我们走到这里面了，这里面是一个叫象山湖，象山湖这个地方啊，看这个小水，嘿，这个水对吧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啊，碧绿碧绿的，哇，宛如一面天然的镜子，就是没有蓝天这个天啊。这里就反正可以爬到山顶上去。站到可以爬上去是吧？大白，你看这个小石灯啊，是这种样子的，看大白能不能过来。你绳子放开给他走。他掉下去危险了。其实这石灯呢间距不大，大白就是其实一个爪子一个爪子就能过来了。你看他是他怎么过来的，他是一叉一叉交叉过来的。你看，哎呦，走，继续。哎呦！挺聪明的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慢点慢点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真棒！好了，你看呢？哎！等等啊，等等啊，过来！我还没过去呢。等一下呢。一脸生气的样啊！等一等啊！过来过来！等一等啊！
对，过来吧，走吧。哇，现在这里其实挺美的。人家说这里是小九寨沟啊。这水很清澈的。这个水应该挺香的哈。过来呀，白。啊？哎呦！哎呦！来了，我回去了，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了。大白还去找你，你看大白对你多好。还过来接我呢，来。嗯，走吧。上去看一下。大白说妖怪来啦。大白跑得好快啊，你看在这顶上面等我们了。大白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你看他，嗯，在那里等我们了。嘿，好帅啊，大白在那里。啊，别下来了，别下来了，别下来，别下来，我们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哎呀，你看他，开心的呀。好久没让大白出来走走了。嗯。看看这狗子走得多快，一点都不累是不是啊？哇，大白第一名，你不行啊！大白，救我！你这缺乏锻炼啊！大白已经屹立三支巅，多帅的大白呀！爬到这个第一个亭子啊，上面没想到还有好多个亭子啊，它应该是一直连通到山顶上了吗？半山腰。半山腰是吧？哦，算了，不爬了，我们还是到山下去露营吧，山下那个风景好一些。对。啊。做饭吃去吧。走，去回去做饭吃。大白，那就走下去，你就累了，我跟你讲。走下去了。从这半山腰看一下下面啊，青山绿水啊，来这边人还是不多啊。哎呀，晚上回来了，我们吃个西瓜啊。是冰西瓜。冰西瓜。冰镇西瓜，要白两个。嗯。嗯，好冰啊。要不要尝一下？要不要你也尝？嗯，要不要？来吧。要坐下来。要不坐下？对呀，对呀，怎么着？赶紧给他吃。嗯，坐下，坐。嗯，口水都流了。嗯。来，小烤，小烤，小烤。哎呦，吃的香的嘞。